毒舌大状年三十正式上映，饰演大律师的黄子华现年61岁，至今仍然未婚。虽则多年间一直传出他和女友的好消息，但黄子华就曾表示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而产生不婚念头。到底他对于婚姻有什么看法呢？黄子华曾经在清谈节目《星空下的倾情》大爆自己多段恋情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是初恋，他写了很多诗给对方，可惜对方一句不喜欢他，令到黄子华惋惜地结束这一段单恋。至今黄子华经历过四段恋情，1994年黄子华和主持人潘芳芳相恋并维持一年，1998年他就和当时20岁的模特儿刘婉君相恋，同年他就和比自己后生16岁的化妆师温安妮相恋十几年，直至2013年他就被影到和现任女友的相片，二人相恋至今。黄子华是一位不婚主义者，他曾经表示自己因为自小父母离异，母亲在他4、5岁的时候改嫁商人，令到他从来不去想结婚的事，或者原生家庭的影响确实造成阴影。对于他来说，爱是宝贵，但一纸婚书是没什么特别。